其丁一甲，哦，天丁一只青，地丁一灵，神丁一啊，地丁一灵，地啊，神丁一只灵，灵灵精的灵，跟灵魂的灵无相像啦吼。国丁一根印，万物丁一个心，哦，啊来就是国王丁一为天下清，伊后面话咧就讲。基地基，哦，基地基，啊，这段而且是段是重要啦，这段就是讲道的实体，道的实体，哦，迄个道的实体，一即一切一即个，若有迄个一连贯穿，就参照讲咱写一万，头前若有迄个基，后壁拢叫做哪，后壁叫做念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是人常讲，身体叫做质啊，啊，精神叫做灵，敢是？啊，你若有迄质，后壁拢是物，拢是你的啦，拢灵，拢物的啦。啊，这个灵就是讲啥物啊？这个因就是咧讲道的实体，啊，道的实体是讲啥物啊？因这个因咧讲的，拢讲一个物件，讲咧讲咱人有一个属性，有滴有一个实相的物件，实相的东西。啊，这个实相的，你呐，失去掉迄个实相的物件，天天就乱啦。我请问，你这个身体，你呐失去迄个实相，迄个实相你听无？迄个自信，这个肉体，人两个人的，等于，差时间烧掉，感谢呢。先人前体面，九十九岁，好，我到九十九岁啊。阿是迄个灵叫走出，无得着迄个印尔，人无印来讲伊烧了。咁是，啊，毋过伊换发出到迄个印着哦，迄个印着伊换就换，所以伊即换就是咧讲啦，迄个实相。但是第二段来讲啦，伊讲哦，基之一，哦，基之一就是得到迄个实体即换来讲，其实伊就是即、這个哦，即、這个。得到自然的实体，迄、那个实体嘛，叫做因。第二呢，伊哩又讲到伫即个，讲第二段又讲，天无以清，将强烈空烈；地无以灵，将空法；神无以灵，将空卡。哦，故无以灵，将空卡。哦。啊，来呢，就是讲万物无以心上强灭，何往无以心自贵？啊，故强贪绝了吼，贪、啊。啊，这段是这是讲哪物件？因为迄段甲这段拢讲一个物件，拢失去迄个因。你若失去迄个思想。因为对迄段来，对咱无多少，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天无以清相强灭，就是天无清就是得到迄个实相不变。这个心，这个生清、生心心啦吼，啊，拄着就大乱。咱常在讲一句话啊，人无教，天理啊，天无教大事。即个大宇宙就大乱，伊个循环就袂好势，因为伊失去了道的本质、道的本源。如果咱人若来失去着咱的自性，甲你讲，咱的人若得着咱的自性，得着咱的本性，迄个本性啊，你个肉体，伊一定甲你运作发出好势。啊，第二段就讲，你的自性啊，已经离开这个肉体，什么物件拢下下条个，拢做袂个哦，这段就是咧讲作者物件，伊咧寄就是写作者物件，编作者物件，就是寄这两种的。那第三种呢，伊就安怎讲？伊就讲，故为以前为本，故以下为基，是以何往自清？故化不国，不国。哦，初为以前为本也，恢复。对这开始就是讲啥物件，这就是讲道义最基础，是你看作起的物件。
咱一个有道的人啦吼，伊就是讲，这个人有道的物件袂乖乖在想，这个有道的物件，伊默默的，伊默默的做，伊袂讲啊，我有道，我作伟伟大，我作了不起的。我请问咱各位，咱有一个主席，伫咱这个马天，甲咱运作，我接近七十年啊，甲运作七十年，但是伊嘛不甲我伊作辛苦。伊嘛要讲伊做伟大呢，伊嘛要甲讲伊安怎呢？当时安尼，伊发脾气是我的个性，我的秉性，我的习性。伫啊咧伊啊迄个负面呢，迄叫做习呢。好，啊因为你迄个自信，伊甲你七十年，你怀疑伊嘛咧甲你运作，伊无怀疑伊甲你运作，伊完全无停息，无停落呢。啊，若停落就害了了呢。但是又甲你计较。啊！甲你计较，甲你比较，用迄个心，用迄个地，哦，迄足巧，迄心心巧巧。啊，咱的心就是要转成心地，就是讲，互你迄个心位要转的迄个本性，迄个本质的自性。伊这段话就是甲你讲安，道是伊最基础的物件。真正有修道的人，有修养的人，伊讲会做朋友，伊讲会离。我咧感觉听得足舒服，啊，若无道的人，伊讲的足痛苦、足自在。你要有一个成就的人呐，你要有一个成就的，哦，较大天、较大地、较大行业、较大富的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各方咧是大堆，所以道这段就来讲，你这段就讲，故以前为本，故以下为基，是以何往自？清无挂不挂，迄、那个何王是讲迄姓王的意思，因为咧讲寡人吼，讲寡人寡人啦吼，个人寡人，伊无讲出一个哦，我是个姓王，伟大就王伟大，人迄就对啦。所以咱叫做不挂，迄、那个不挂的意思是讲没有成熟的东西，咱何王姓王我不对姓王。你想过去，要得顺着，人伊一阵人，人伊有道，叫做有道缘分。当时乾隆甲纣王叫做哪？无道缘分。但是有道缘分讲出来话，甲无道缘分讲出来话有相共无？无相共。啊，所以伊哩一段话就话咧，譬如讲，真正有道的人，就是叫做有修养的人。有修养的人，拢伫最低处，最低处嘛。所以咱那些人，比如讲上善如水，水利万物之不争，夫救人无机无德。水就是拢向边的流，不拢向下出的流。啊，这个物件咧，甲你比如讲，一个有修养的人，伊是接袂接触，伊毋是接袂关注。哦，这段话啦，哦，第三段话，伊是甲你比如啦，吼，除非见为本的，那安尼当中咧，伊就甲你讲啦，吼。哦，即、这个第三段话就来讲，那安尼甚至，哦，即甚至讲，那安尼甚至讲，伊啥物做基础呢？哦，安尼一句讲，哦，伊家己讲的时阵啊，即个都本来，哦，本来就是讲，为啊，就是讲，安尼那安尼甚至伊离伊过去，文王拢自称为无冠不先，这难道？不是以前为本吗？不是吗？伊即句话就安尼甲你讲，不是安尼吗？不是吗？为个为本个，就是讲这意思。那第四段就是结论，伊这个结论，他咧甲你讲咧讲，高低所无无无，以不以落为落。不用如意啦吼，啊乐乐如是啦。这段就是讲结论，如是到这个当下的空间，啊这个结论，果地数鱼无鱼，伊就是比如，迄个鱼就是比如一只车，迄个数就是讲这只车的物件，就是要做这物件做入去，这只车。那么做这物件做入起来，
直接签名开证。所以伊才甲你讲，伊才甲你讲的时阵啊，吼，理性直接签会当使用，叫做数的，叫做合并起来。但是伊后尾则是讲无语。那安尼当中迄个无语的计算，就是咧甲你计算哪个？特别讲伊家己一个人，伊家己一项物件会当做侪签啊。那安尼当中咧，即无迄个可能，伊绝对袂成就的物件。啊，即副嘢寄是寄伫倒一个所在？甲讲，伫修道的实体、宇宙的实体，大家拢互相有用着。今日咱活伫这个世界，那家你家一个人，你家一个人，我拢无别人哦，你快乐是咪？搁一个问题哦，那无这个科学发展足济物件，哦，足济社会，足济用品，啊，足济。啊，这是一个咱需要的药品的物件，迄拢足侪人发明出来，敢是？所以所有社会人是为着你一个，啊，你一个就是为所有社会人，安尼叫做属于，就是这个社会生命，这是一个共同体物件。但是咱未使空虚自在，我甲一个，无语，毋是我甲一个，我甲一个，迄个叫一个行道，我开一年年啊，我同我同租赁一只车起，无可能。意思来讲，社会就是大家共同租赁，但是你租赁这个社会，大家就一定爱哪爱有道，哈，大家爱有谦虚。所以这话话咧，露出来无一种，你会当得到迄个稳定，得到道。那安尼，你若按照道去行，你就用道的实体去修行。那安尼，你就会偏差伊道的实体，你伫世间会当活哩足自在。虽然含足济人生活在做伙，啊，你嘛需要足济人，啊，足济人嘛需要你，毋过你活着足自在，你无家己活到苦苦自在，你嘛无活到足幸福。哦，这句话应该是得一啊吼，你能够得到一的实体，跟你讲起来，咱得一贯得，那种叫人贵气老天爷。一贯道道理甲你教育，咱大家练一贯道义的信仰，咱大家是足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协助你一个，你一个协助，啊，足济，咁是咧，啊，想到若甲你一个人咧，你想到伊咩？今日囡仔我讲伊一个听啦，吼、啊，啊，先讲先讲三领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今日迄个道义实体，叫做团结，叫做合作，唔通讲大家互斗。唔过咧，看第二段内咧，伊里面讲到四种啦，叫做法六种。本来法六种咧，咱话发出两个问题啦吼、哦。第一个问题讲阴阳，第二个问题讲空有，讲这两个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讲叫做阴阳咧，就是讲患者动之，患者得其中。啊，因为弱者得其弱，这叫做第一段啦吼、哦。第二段叫做天下万物生于有。以有心以无啦吼，即段叫做朋友的道理啦吼，啊，头一段叫做阴阳的道理啦吼，啊，因为患者得之用，患者得之用叫做道，啊，因为利者得之，患者得之道，吼，啊，利者得之用叫做情，啊，患者得之道，迄叫做道情的功夫。迄、那个动静，刚刚咱要捌讲个，迄段话叫做阴阳面内底。我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啦吼。咱个左右头个啥物红布，你听无？迄、那个咱个较早咧拍铁个红布啦吼。迄一个伊吸伊啦，伊吹伊啦，伊吹伊啦，叫做动静动静动静啦。啊，即、這个红布若贵，总个下伫迄个所在啦。迄、那个红布有路用无？迄、那个风光无路用啦，迄袂当产生伊的作用。但是伊力啦，伊推伊啦，伊推就产生伊的动静，就产生阴阳，就产生动静这物件啦吼。啊，这个物件就来讲，就参照咱人，因暗时啊，心就叫做静，啊，你时心就叫做动。啊，你若拢因暗时啊，你若拢去时无因暗时啊，你快乐袂？啊！你若讲你毋是啊，无去是你快乐是咩？咱人本来爱有理性，本来爱有理性，爱有动力，这个阴阳一体物件咧。所以
患者得基督，吼，应该患者得基督，啊，因为得者得基督，啊，因为这个得，就是咧甲你讲叫做静态，啊，动的叫做动态，是有静态跟动态的物件，啊，用静态跟动态物件咧，比如面对迄个，啊，迄个骨头是可以讲啦，天下万物生于幼。讲的非常哲学上的理论哈，但是一点点也是。
信仰上吼，啊，咱迄个师傅是都讲了吼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些讲都讲得很好吼，理论上都很好吼。因为伊一段话，咱如果是看就是讲，上师闻道，天地人气，中师闻道，就尊重王；下师闻道，哦，大巧气啊，吼，不巧不足以闻道。这段伊是讲根基，他在讲根基。因为道的物件，伊是无说物件。迄、那个东西分到二斤五斤，二十三分内底当中，叫做静心行善分内底分出来。伊安尼甲释迦牟尼讲，释迦牟尼是法平等无二合，即名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，伊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。释迦牟尼一切善法，即个一切善法，是名一切善法。所以用一切善法，用我等四相把它脱掉，大家不执着一切善。但是头先听怪人讲，我这个法是平等无二合，乐住他里面负责三个层次，上师、中师、下师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伊那是讲出离道，所以伊这话乐住是讲啦。虽然我们是四法平等，我们没有方向，但是咱能够这个世间的认为。咱大家站出来学校，都分作上根、中根、以下根，所以这一段呢，过去的看法就是讲根气，这两个根气，哦，这段啦，吼、哦，果见缘，哦，所以呢，因为伊跟你讲，哦，果见缘有志，哦，以上这个果见缘有志的种，以上我用着安尼的见缘来形容上士、中士、以下士。这话你的这里，哦，上述、中述、下述的这个结论，也有这个这个结论，我是用三个基础来形容上、中、下。但是一点不会呢，就对这个，就对明德、明德加来，进德有退，依德有累，上德有功，大病有，大病有入功。啊，定就不足，坚定就超，甲实质有余。这物件是咧讲啥物啊？咱话是咧讲，这段话我念的这样是肯定。大智若，伊就讲大智若的意思。哦，你若讲嘛，伊就开，伊就开始讲嘛哦。伊是开始讲，明德有有歹，有明气人哦，伊安尼无讲无讲哦。哦，咱要大声讲嘛，第二，咱讲的是那什么物件？你讲，伊迄无地位嘛，破形玉冰，啊，假饮玉水，迄、那个饮玉饮饮玉水，第二种，迄只鱼啊，伊，迄只鱼来徛伫啊，你讲伊在泡面嘛？伊在锁定他的目标。哦，啊，你讲的是真呐，好嘛？迄、那个大地的大地者，你看你讲讲，伊无讲讲。所以一年代一家，一年一比那个钱，所以以前就是讲这个，哦，这个大智若愚大德者，伊的温情，伊这是讲大德者温情，所以一讲的代表，包括希望讲，阮去到迄个平原南迁的，什么几千人那里，我讲南迁的去，啊，过去南迁的，啊去的时阵呢，迄个平原南迁的讲。我有道长哦，有来到我家啦。哦，道长知影，张无忌道长有来到我家。但是呢，伊二来我咧大庙食，六家大庙做爱食唔对。哎，伊问我啦，亲戚你啊，亲戚你啊，你叫你叫我不啊？我很笨啊，我很笨啊。那我有的做不啊，但是我很笨。所以呢，迄个道长笨还不够，要倒呆啊。所以倒呆就是变成。大智若愚的条，那任何问的，我们连问的还不到，要到那更加不要讲。我咧想讲，你来愈想愈想的条，那愈想的愈巧呢？啊，想个变好小姐呢？如何比较呢？啊，如何计较呢？啊，好大地球，这段话，老师在跟你讲啦，大智若愚功夫，这么二段话呢，等于讲成就的本质。跟你讲嘛哦，伊讲大器晚成，
道义如迷，吼、哦，无为道善恶一理，到遮啦吼，道义如迷，这个当中就是讲讲道的，讲道成就的本质。因为你一个人心得本质就是讲这个，不可能你无时间啦吼，不可能你半个小时没有时间分析这个东西啊。啊，我发现了整个老鼠的家。或许看法把它点出来了吼，唔过咧上尾啊，上尾啊，就是讲这物件，古多只现代车型，哦，这句话就是讲这物件咧，这句话叫做结论，这句话在讲结论哦。伊讲哦，这个多数万分，是那显数显中二万分主。四数啊，至于将两个都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，现代，迄、那个现代都有多人的现代，就是呾无我、无私、无条件、无所求，默默的奉献付出，血沉铁血，就是讲心就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就不叫做结论。所以老子。老师当中，伊家己后壁出话就结论了。你头先来讲这些物件咧，讲根基啦，家己讲，你啊，家己讲啦，家己讲在地位啦，家己讲啦，家己讲你成就，你成，你将你成就到的本事啦，到尾啊，家己讲这个结论，迄个不得来结论。伊是多，伊有多的本质啦，伊就无甲你计较，无我，无私，无条件。无所求，明明的奉献无存，虾浅雪沉，成就一切的众生。我请，这个地球才会重视到，因为伊是无私、无我、无条件、无所求，明明的付出，又甲你明明付出无了。那么多还明明付出，日头人甲你出，地球人甲你转，你就变得混沌去啊！你又不曾活到这个世界，所以你都就是无甲你计较，无甲你比较，甲你话较好处事，但是互咱比较难，互咱比较比较难计较。所以你都嘛无因为你比较计较，一直来好无，所以心就一直中心。但是为了等等等，为了等等等，就为了建立咱的心，咱有一个初心，真正无计较。无比较，伊外生活一摊，含阴暗时啊，伊嘛无敢甲你离开，互你困到差不多。咁是安尼，伊无甲你计较。唔过咱个精神开始开始要计较啊，咱个精神开始烦恼啊，咱个精神就上个老位啊，好无？唔过咧，伊哩伊哩咧烦恼，伊嘛咧互你多，你无烦恼，伊嘛互你多。所以伊哩伊明明无我无私无计较。无比较，无条件，无所求，一年一年的自信中，甲你明明的付出，伊的条件就是哪，要互你伫这六六年，你迄个啊个，迄个啊个，互你这个心，互你人心，活了足自在。为哪个有得到咱的心就是福气，为哪个有对我好，听得懂宇宙中的实相真理。所以一年热出就是贡献物件，不可能一年是些好汉的吼。啊，个人的一个浅见的看法，啊，当然，啊，咱讲到所在啦，我相信大家，坐伫车啦吼，拢是大儿子吼，对经典应该大家非常有深入啦吼。啊，难免讲到那个所在，啊，希望咱可能搞科学有突破了。最后，祝我们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